10:15，发生在这个地方发现的飞机掉落，它是一个紧急迫降的行为，是一个也是处置得宜的状况。所以刚刚各位看到这个飞机的外表损坏并不是非常严重，所以到目前为止，两位就是正驾驶跟副驾驶，他的状况也都很好。已经经过80医院的电脑断层扫描，没有受伤，只有副驾驶右脸颊有一部分的擦伤，目前都在医院休息。造成地方民众的惊恐，我们深感歉意。谢谢各位的协助，谢谢。那这一台808听说是有总统坐过的，是不是？就是在去年的12月13号，接机典礼那天，这一架是教育机。那目前的话，有没有这个受损的一些名家，有没有这样子的补偿或是什么措施的？就是脚原地重修的话，我们军方会尽最大的努力跟诚意来解决这个事情。那至于刚刚这个管大概提到，就是说能不能重建，那我们还要评估。目前就法定的部分，我们没有重建的这个规定，但是损害的赔偿是可以尽力的配合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